居住在台湾的原住民族，是指在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人民尚未大量移民到台湾之前，就已经住在台湾及其周边岛屿的人民，在语言和文化上属于南岛语系。原住民族在清朝时被称为番族，日据时代则称为高沙族。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将原住民族分为山地同胞与平地山胞。为了消解族群间的歧视，在1994年将山胞改称为原住民。在台湾的原住民族是属于南岛语系中的一支。而南岛语系民族是指分布在东南亚、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上，以及印度洋中和太平洋岛屿的族群。这块广阔海域与岛屿，东至南美洲西方的复活岛，西到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北起台湾，南至纽西兰，包含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几内亚等等，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大多数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总人口数约有2亿人。也由于南岛语系所涵盖的区域广大，自然环境上的差异，加上几千年来的历史演变，形成丰富、独特、多元的南岛文化。根据研究调查，南岛语系民族的文化共同特征包括以山田烧垦方式农作，建高架筑屋以与地面保持距离，以避湿气及蛇虫，吃槟榔、扇边篓、织布及狩猎鱼捞等等。南岛语系民族中分布最北端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千百年来都保持着交流往来。目前台湾岛上的原住民族人数约有54万多人。在南岛语系民族人口中只占0.11%左右。人口比例虽然很低，但在古代南岛民族起源和向南洋迁徙的过程中，台湾占有关键性的地理地位。应该是数千年前南岛语系民族扩散的起源地。今日其他南岛民族区域先后遭到回教、基督教、天主教文明影响之际，台湾的原住民族则相对的保有和传承了独特的文化习俗。至于台湾原住民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3种说法。一是从北方过来的，二是从西边中国大陆迁徙过来，三则是从南方迁移过来的，认为他们是来自南太平洋岛屿。
不过从台湾史前遗迹来看，除了分布在全岛之外，历史久远而且复杂。目前发掘出来的器物包括石器、玉器、陶器、五角器、青铜器、铁器及人骨遗留等等。经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金石并用时代，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器物不但有台湾独有的，也有类似于四周文化系统的，因此可以了解台湾史前文化应该不只有单一来源，而是从多处移居而来的。台湾南岛民族在过去的历史中大多没有文字的记录，一直到300多年前才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因此在那之前的历史都可以算是史前史。台湾原住民在语言学分类上，泰雅语群分成泰雅语和赛德克语两支。泰雅语本身又可分为赛考利克和泽敖利两分支。如果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赛考利克方言的区域最广，包括台北、宜兰、桃园、新竹、台中、南投。赛德克方言主要都在南投县仁爱乡。而赛德克族也在2008年证明为第14族原住民。布农族主要分布在南部中央山脉一带，分成5种方言，其中最难的 Isbukun 方言和其他4种差别最大，因此可以推测南部方言最早是从古布农语分化出来。邹族分成北邹和南邹。如果从语文学上来看，虽然两者关系还算密切，语言却相去甚远。位于高雄纳马下区的南邹的沙阿鲁哇族与卡纳卡纳富族，在2014年证明为第15族与第16族原住民。卢凯族地理分布包括屏东县雾台乡、高雄市茂林区、台东县卑南乡，从所在地理位置上并不相邻。也显示他们扩散之前应该是居住在高雄市境内茂林区比现在更深的山区。迁徙方向主要由北向南，
台湾族分布在屏东县三地门地区，主要分支原来都在西北端，他们的口传历史也是说他们来自大武山。阿美族是台湾原住民中人数最多的一族，主要分布在花东纵谷平原与海岸平原地区。少数分布在屏东县牡丹乡满洲乡一带。总人口数大约200,000余人，是台湾原住民中人数最多的族群，分布主要在花莲、光复乡等地区。旧称雅美族的达悟族是台湾南岛语系中唯一分布在台湾离岛的一支民族，分布在台湾本岛东南外海的兰屿上，人口约有4000多人，是海洋民族，以捕鱼为主要产业。在台湾原住民山区人口中，最少数的一族少族，人口只有700多人，大多聚居在南投县日月潭风景区、伊达少及羽社山一带。少族会与南投县信义乡浊水溪流域的潭南、地利、双龙等村的布农族卡社群人合作并通婚。有些少语借自卡群布农语。台湾原住民族在2000年以前只是阿美族、泰雅族、台湾族、布农族、卑南族、卢凯族、邹族、赛夏族及达悟族，当时称为9族。不过在2001年之后，陆续增加少族、格马兰族、泰鲁格族、撒奇莱雅族、赛德克族、拉阿鲁哇族、卡纳卡纳富族，总计有16个族群。台湾原住民属于南岛语族的一支，包含原住民各族，以及与汉文化互相含化的平埔诸族，不到台�湾总人口数2%的南岛语族。居住活动地分布达16000多平方公里，占全台湾面积45%。在台湾变异性极大的自然环境中，原住民因应不同的生态而发展出不同形态的采集、狩猎、渔捞及农耕的方式。同时也衍生出不同的聚落形态及建筑方式。
因此文化反映着族群跟自然环境的对话关系。在台湾这个生态多样性的海岛，也孕育出台湾原住民文化多样性的丰富内涵。原住民部落是以地域社会为基础的最原始政治组织，其结构远比游群社会复杂，但比国家社会简单，有完整的自治组织与领袖制度，尚无职能分化的政府与地方组织。目前台湾原住民部落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型。聚居型部落的成员毗邻而居，以会所作为中心，周围分布着耕地、猎场、渔区，例如阿美族与卑南族的部落都是属于这一类型。另外一种散居型部落，成员分散在附近的山区，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例如，像泰雅族、赛夏族多为这一类型。目前台湾原住民各族部落大多散居在中央山脉两侧山谷中，少数则在海岸山脉右侧，也就是花东海岸线上。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花东海岸线上的原住民多以捕捞作业为主要生计，和其他地区的原住民部落以耕作狩猎的生活方式有相当大的不同。目前台湾原住民部落可以说散居全省各地中高海拔山区，总数达500多个部落。部落人数从数十人到上千人都有，其中以从新北市乌来地区，桃园市大溪复兴地区，新竹县尖石及五峰地区，苗栗县南庄及泰安地区，台中市梨山地区，南投县仁爱及鱼池信义地区，嘉义县阿里山地区，高雄市六龟地区，屏东县马家、三地门、牡丹地区，
宜兰县大同南澳地区。花莲县秀林、光复、玉里。台东县卑南、鹿野、丰滨地区。以及兰屿等地区，都是台湾原住民部落最为集中的地方。其中位在台湾新竹县尖石乡雪山山脉上的司马库斯部落，海拔高度大约1500公尺，是一个泰雅族部落，居民全为泰雅族原住民。过去由于位处深山，交通不便，而且长期没有电力供应，曾被称为黑色部落，也是台湾最偏远的原住民部落。后来因为发现神木群发展观光，现在已经成为新竹县重要的观光景点。距离山下最近的乡镇竹东镇，开车也要3个小时车程。当然，好山好水的台湾，虽然许多部落都位处偏远山区，却是山明水秀，新鲜空气。加上如梦如幻的自然美景，都是让他们不愿离去的原因。近年来旅游风气的兴盛，许多部落也将原住民的特色文化，将风味餐、民宿、技艺一一展现出来，让前往的游客惊叹不已。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能建筑出什么样的居住文化。原住民非常懂得因地制宜。达悟族半穴居房舍符合兰屿海岛夏季多台风、冬天东北季风肆虐的气候。台湾卢凯布农族的石板屋，除了是因为当地河床盛产石板叶岩外，更重要的是黑灰色的石板屋深藏于丛山密林中，不容易让人觉察。居住在高山地区的泰雅、泰鲁格、夏塞、邹族等族，则选择以竹子、树木、茅草为材，搭建自己的家屋。在台湾原住民中，有许多族以雕刻作为其传统技艺。木雕在原住民文化上具有象征意义。在排湾族及卢凯族更将其视为传统艺术的表现，主要和阶级社会及宗教信仰有关。雕塑主题主要接近生活，除了人像、百步蛇之外，还有山猪、山鹿等图样，反映狩猎生活。阿美族的雕刻多半在住屋的木柱上，以木雕记载英勇事迹。达悟族以山羊雕刻表示财富的象征，有时也直接以山羊角来做装饰。卑南族的雕刻品多展现在猴祭使用的竹竿、竹水桶上。泰雅族曾将雕刻应用在男子的竹制耳饰上，可有简单的平行线或斜纹。另外，
传统和瓮对台湾卢凯族而言也是地位权势的象征，永远摆放在家中显著的地方。以陶瓮造型为衣饰，刺绣及各种图案的表现处处可见。卢凯与台湾族认为陶瓮是祖灵的化身，制作时需有头目的允许，因此被当作是传家宝或贵族婚嫁中不可或缺的聘礼。传统技艺是台湾原住民族文化极重要的部分，一般人并不能理解原住民的技艺，往往以庆祝丰收的丰年祭等简单而且高度汉人中心化的概念来看待原住民的技艺。事实上，原住民的技艺种类很多，各族群也有相当大的不同，而各族群本身不同的技艺也具备不同的意义。要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理解他们各种技艺的意义，也是绝对必要的一门功课。因此，原住民传统技艺的举行，经常是在依山傍水的环境里，以天地为舞台，以夜幕为背景，是一种敬拜神明、崇敬祖先的部落伦理与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一环。以泰雅族为例，各种传统技艺的施行，其实就是对祖灵信仰的实践。技艺多与农业生计、狩猎及猎头顺利等有关。原住民族重视祖灵信仰，相信祖灵居住在山上，并且会保护族人收获丰盛。各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祭典，例如布农族的社耳祭与小米祭，卢凯族的小米祭及荡秋千。赛夏族每两年举办一次矮灵祭，达悟族的飞鱼祭，台湾族人每五年举办一次五年祭，每年则举行丰年祭，阿美族的丰年祭与海祭，卑南族的猴祭与大猎祭。这些多元的各式传统祭仪类型，可再次说明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以及其深具文化意涵的社会机制。